嗨，我是纳斯达克的钟志伟。你知道吗？纳斯达克已经开发出创新性领导市场指数超过40年。今日我们提供包括40000多种指数，涵盖了几乎所有地区和所有主要资产类别。尤其是我们的股息和收入指数的套餐，是全世界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最爱。这个指数套餐以纳斯达克派息成功者系列为特征，为追踪具有较强长期股息增长公司指数的主导品牌。派息成功者是客观综合地增加派息历史公司组成，这组选定的公司致力于通过资本回报给股东，以提高股东的价值。要成为派息成功者，公司必须在过去10年或更来的每年都连续增加派息，以及达到一定的流动资金要求。纳斯达克派息成功者指数被授权为全球可投资产品。在过去的1年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追踪我们的红利成就指数的资产管理产品飙升。最近我们创建了红利成功者亚洲日本除外指数，满地可银行在香港市场推出基于这个指数的 ETF。 这个 ETF 最近获得亚洲市场管理 ETF 及指数最具创新成长。纳斯达克派息成功者日本除外指数和相关 BMO 产品见证了我们亚洲 ETF 市场的承诺和成长。在不久的将来，香港和整个地区或国家的投资者都可以期待更多创新，以规则为基础，基于纳斯达克指数的金融产品，以支持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的要求。